我们已经认识消化系统的消化管和消化腺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消化系统如何进行养分的消化还有吸收。食物从口吃进来，第一个通过的就是口腔。在我们的口腔啊，也就是我们的嘴巴里面，有牙齿，有舌头，还有唾腺。唾腺可以分泌唾液。我们的牙齿它有咀嚼食物的功能，可以把大块的食物切成比较小块的食物。那我们的舌头它有搅拌的功能，可以把这些小块的食物和我们的唾液均匀的混合，这样我们的食物就会变得比较潮湿，比较湿润，比较方便吞咽。在我们的唾液里面，它含有分解淀粉的酵素。不过呢，食物在我们的口腔停留的时间很短，所以只有少部分的淀粉可以在口腔被分解。那其他没有被分解的淀粉，就必须到消化道的其他部分再继续分解。食物从口腔往下会经过咽，咽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共同开口。从咽往下，在它的前方有气管，在它的后方有食道。我们把这个图放大来看。好，我们说食物从口进来，接下来往下，它会通过我们画绿色的这个部分是咽。那从咽往下呢，可以分成两条路。好，前面这个代表的紫色的是气管，后面橘色的这个呢是食道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画了一个紫色的凸起，它代表一种软骨。当我们食物在口腔中咀嚼后，我们做了吞咽的动作，那这个软骨理论上它会往后往下盖住我们的气管上方，这样子食物从咽往下就很自然的会进入食道，而不会跑到气管里面。有的时候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，他们可能在嘴巴里含了一颗糖果，然后边跑边玩边笑甚至大叫，那他们呢一不小心没有做吞咽的动作，这个糖果就从咽往下滑落，那这个软骨它没有盖在这个气管的上方，这个糖果不小心就跑到了气管里面，那这时候我们的气管就会受到阻塞，这时候就必须要靠小朋友自己咳嗽，或者是靠着外力的帮忙，让这个糖果能够从这个食气管咳嗽咳出来，否则这个小朋友就可能发生窒息的危险。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还是要专心一点，好，不要边吃边玩边笑，这样呢，有可能发生危险。食物通过咽往下会进到食道。我们的食道管壁上面有肌肉，借由食道管壁肌肉的蠕动，可以把这个食物呢往下送，从食道通过，然后进到我们的胃。我们的胃呢是一个囊状的构造，那在这个胃壁上面有胃腺。好，我们的胃腺它可以分泌胃液，胃液里面还有盐酸，盐酸它有杀菌的功能，所以吃进来的食物基本上会被盐酸，它是一种强酸， pH 值大概只有在2左右，所以食物中的很多的细菌都可以被盐酸杀死。另外，盐酸它还提供了一个酸性的环境，方便我们胃液中的胃蛋白酶的作用。我们的胃液里面还含有分解蛋白质的酵素，我们称为胃蛋白酶。那这个分解蛋白质的酵素在胃里面，它一定要在酸性的环境下才能作用。我们的这个唾液还有胃液的分泌呢，并不是一定要在食物进到口腔或是胃之后，这个唾液和胃液才会分泌。有的时候，当你感觉到饥饿，甚至你可能只是看到或者是想到食物，我们的唾腺和胃腺就会做少量的分泌。所以如果你常常肚子饿了，该吃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准时用餐，这个时候
你还在专心地做其他的事情，可是你的胃液它已经开始分泌，所以你的胃里面会有盐酸啊。如果你常常不准时吃饭啊，每一次在空腹的时候，胃液已经分泌，那这个盐酸它渐渐的是有可能会侵蚀到自己胃壁的细胞，那造成我们所谓的胃溃疡。所以在该用餐的时间能够准时进食，对身体啊，对保护胃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从口腔一直到胃的这个消化管，它们能够分泌，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可以作用的消化液，还有它们可以分解的养分，还有它们可以吸收的物质，做一个总整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口腔里面，它含有的消化液是唾液。那唾液呢？它可以分解的养分是糖类，也就是淀粉。那食物在口腔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，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口腔它并没有吸收养分的功能。接下来，食物进到咽，咽里面它没有任何的消化液，它也没有分解养分的酵素，基本上它也没有吸收养分的功能。那食道和咽一样，它们没有这个消化液的作用，没有办法分解养分，也没有办法进行养分的吸收。那我们的胃里面呢，含有胃液，胃液它可以分解蛋白质。那我们的胃它可以吸收药物，还有酒精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不要在空腹的时候，肚子里都，这个胃里面都没有食物的时候喝酒。因为酒里面的酒精它是小分子，基本上扎在你的胃就可以直接被胃壁吸收。如果你空腹喝酒，这个酒精吸收的速度很快，就很容易喝醉。我们在这个影片先暂时介绍从口腔到胃这几个消化管，它们对养分的消化和吸收。